现今 OK 选的立委马文君，一来到南投县选委会楼卡，就受到支持者的热情欢迎。马文君也一一向大家来表达感谢，表现伊亲切、够人缘的一面。现场包括县长李朝卿、议长侯宪峰、副议长潘一全，带领着 OK 线的乡镇长、县议员，主动亲身前来斗小天，也展现了国民党团结的气势。县政府真多要执行的、要争取的，我也拢是拜托伊吼，因为 OK 线这边啊，所以啊，甲咱帮忙足济。咱看伊过去做镇长的施政。成绩也真的亮丽，所以咱今仔大家真欢喜，团结一致啊，让双马奔腾，马到成功，安好唔好？好。近两三年来，咱马里伟伫地方，敢若我听到安尼吼，敢若我听到只有剩一个欧乐的尔啦。咱这回，搁再接再厉，搁要入去，伫我耳听咱好不好？在这一次马文君、马立伟争取连任的这个时刻啊，我们全力来支持马文君，继续来为南投地区来做最好的服务。我相信这种选择是绝对正确的。马文君、马立伟，你真好的立委哦，决定爱予伊继续吼来连任，为着咱南投的未来吼，为着咱水利会的会员、农民。来拍拼。在众多支持者的陪同之下，立委马文君也顺利完成登记，正式宣布参选 OK 线的立法委员选举。但将队伍条件表示，伊的选情看好，马文君是特别请乡亲，唔通来相信不实的讲法，等到更加爱全力支持马文君，会当继续认真。有诶感觉讲，我这次选举较单纯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每一个乡亲继续来支持吼，因为只要若放松整个的选举拢有可能会变。所以在这也是要给大家困求，可以让我们顺利当选，就是你们每一张选票都要投出来才有机会。现今 OK 线立法委员马文君担任立委职务，虽然只有两年多，但伊一心以及积极服务的态度，加上不断替乡亲争取到的各项政策，已经累积相当的支持度和好名声。马文君也强调，拜托乡亲会当坚定继续支持伊来连任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